西蒙主席旺阿兹莎及敦马夫人西蒂哈斯玛今天呼吁全国女性不只要爱护家庭，也要疼惜国家。5月9日记得出来投票。旺阿兹莎表示，本届选民有一半是女性，与其问谁是造王者 King Maker， 不如问谁是造王女后 Queen Maker。不甘寂寞的前首相署部长在伊伊布拉辛在没有接获行动党上阵大选的现役之后，频频炮火对内。除了早前执党似乎有意冷落他之后，今天在伊在部落格上表示，行动党领袖的傲慢态度注定无法获得马来选民的支持。雪州苏丹沙拉福丁今天发文告表示，陛下与雪州王室在第14届大选中保持中立，没有倾向支持任何政党，并尊重人民的选择。陛下强调，身为统治者应该超越政治，无党无派。同时陛下也提醒百姓，让大选在和平的情况下进行，不要制造动乱，引发紧张局势。